分分儿，这个赛季感觉他状态下滑好大呀，不知道为啥。而且他看他直播操作都没以前那么细了，以前他是细中带稳，又感觉今年就感觉下滑好大呀。这就跟突袭格洛夫特那时候一样，只要突击队里有一架火炮露了头，整个队伍就暴露了。这个打野弹是450啊。全军出击！我说所有人为什么只买一瓶啊？看来是我跟不上版本了。我一直以为这是400块，你弹450，那跟咱们这些战士出门装的一样。这把能打剑魔一级，跟他换波血线吧。这维鲁斯从刃女穿甲流，你说你也是还神带灵，着俩攻击力一个见护甲，鬼了！主你只是膝一把韧性。菜刀而已。咱们先 Q 看是不是骸骨，拽下 A，在内圈走 A 拉开，不吃 Q 三了。Q 一 Q 二贴连打 Q 三咱就拉开，一级就这样换血就行，他不到咱就消耗就好。我们先杀光他们，剑魔一级很然后弱，再弄明白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那 Q 黄，如果他零刀，Q 抓着你了！躲他外通挂，乘二 E 一下子 AQE 我手里有 A 武器，拽一下这再就是 A，道理。这血量已经。已经能斩了，不过他骸骨快好，等三吧，先 Q 消耗一下，拽一下，没骸骨了，等下一个吃个药吧，准备越他了，等一号能直接越了。EQ，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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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面 Q 人。还有点不够，那 AQ，他先 A，哎，他那骸骨我看是掉了呀，我看错了。我看上自己的了，喂，你应该叫我骠骑大将克烈我少以将，为他骸骨是我掉从了，来不是什么先生。好像是我的骸骨掉了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他骸骨已经没有了，有点小亏得我，这不怪我。主播，你如果接钻石局能保证连胜吗？一般都能连胜吗？我生来就很贱，现在我是老而弥贱。一般都行，这波先不打，兵有点多，哇哦，Scar，哇哦，兵线太多了，先清点兵，把兵清。你还想埋伏邪道呢？先 A 个骸骨 E 多 W，再 AE，先拉开卡个距离啊，AQ。A Q 贴墙 Q A，再 A 再 Q E A E，这他敢跟我打？咱们贴墙 Q 啊，贴墙 Q 的话就可以不用往后倒退，然后 Q 有个后坐力嘛，不用往后倒退。卡墙的话，Q 触发的更快，而且不会倒退，避免咱们追不上人。这剑魔有闪。天多蓝，地多绿，眼前美景与谁叙？这样还能再杀一波，下一波2.0，先小消耗一下，就没有变稳了。对呀，他们
刚刚印证了我们的猜想，不是吗？别担心了。啊 ，Q 一 ，A A A 转 A A， 转圈。你去哪儿？我们已经逮到他们了。他为啥不叫闪？他是有闪的。敲他屁！别让他站出来！胜券在握。嗯，得了，吃一个得了。高！那边目前来说比较劣势，这维鲁斯应该是 A P 的。要命啊！我爱死这只蜥蜴了。应该是个 A P 维鲁斯，他不可能买破败带从刃，他多半是要出纳什。这把对面是中野辅三 AP 上 AD 俩 AD， 这个阵容其实带会好一点，对吧？看队友吧，咱们再看看队友能不能军事点，军事党就去团，劣势太大了。你还真的有不错的主意呢。剑魔闪现一直没交，我越塔时候他是没交闪的，这不就起脸 EQ。A A A 拽 A， 拉开，再回头 ，A， 再 A。哥儿喜欢吃活的。不对，还敢 Q E 我们？在剑魔 Q 技能快要打咱们的时候，立马 E 钻内圈 ，E Q A A 拽 Q 出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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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A。哇，真痛啊！麦克 W 伤害太高了，被晕太久了，你手好凉啊！诺克萨斯的梦想有我的一份，但是没人能分走我的一份。手冰凉，小手冰凉。对呀，我想起了拉格堡垒的攻城战，好多人死在城墙上啊，真有意思。A Q， 你就当着是凭点吧。A A， 多的 W 跟 Q。Q A R A 转 A 啊！他竟然对我起杀心了！我操！我还在等技能呢，他直接跟我打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技能比你快啊，兄弟！咱们这有 C D 的，他没 C D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后退的。他没 CD， 想卡我有 CD 的人技能，而且他技能也比他短。别把马库给弄皱了！混账胆小鬼，等我骑过去宰了他们！这边半血，小心点挨克就行了。嗯，在这儿，小心。把他杀了，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埋伏我们。一 Q A A A E 躲 W A A A， 愣头青了，你见没？我们还会回来的，到时候再吃掉他们。这把我看看出啥呢？这把还是打团吧。队友优势，这个阵容黑切贪欲一摸到死五，咱这边把上塔推完就抓不下了。我的脑子叫你死。那卡皮挺多的，节奏还不错，咱永远十分钟，十分钟一塔。
放松点，孩子，放松。5800。可血了，要把可血就行了。这面只有这片蓝天，剑魔没出护甲，这条蠢蜥都偏碎，能打得动，能一套秒就可血了。要打不动，他出护甲或者坦克英雄，拿那铁子面黑气，越来越可血。谁开地盘是为我建，没有科学，只为我。又来，这边克可能在。狼啥事没干，那我也跟着拆了。你哭，那个妈，这防御塔500护甲，我已经把半个牌的人都喂给你吃了。对吧，其实裸贪也可以。我收两套，还是黑血，还没算呢。哦，我的脚很想问候一下你的屁股。你带吧，但有用就不知道了。让他们后悔自己被生出来。这面前都没伤害。你 Q。你可以早死早复活多好，他们能学乖了吧。A 科学 E A， 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愿望。我这个 E 空了，竟然没有二段 E。精神小伙，我这头发现在像精神小伙了。哎，我这头发又忘洗了，醒太晚了。也许我是在找架打。我醒了就直接直播了，我连饭也没吃，我就直播了。这头发太那啥了，还不走。但这出完黑切的伤害就是不一样了，但这个破甲伤害打剑魔明显就很痛。再来的时候
记得多带点东西让我抢。太邋遢了，其实主要是这天天在家里也出不去，宅习惯了呢。我现在也是宅男了，就在家里待着不出去。我住在杀人镇上的完蛋路，职业是要你的命。你去，那么也不走个 A 呀、哦、这里真的漂亮的要死，幸好都是我的剑魔纯小呆瓜，下次见的面都不用想着预判上，直接贴直面 EQ 就行，真不走 A。 你可别怪我，说你要说告诉R 没 R 出来， R 应该用 R 抵消那个锤石那个钩子。好痛啊，我得赶紧转抗性，然后现在伤害贼高，但就是很脆，没抗性。我们挺愉快的，然后他们就来了，不请自来。现在护甲魔抗都很低啊，赶紧转一转。技能和攻击对目标造成167。箭射伤害。十个兵五攻击力，不要想着理解他们，绳子扔出去然后干倒就是了。石板有点垃圾似的，石板像那个盾，它是按最大生命值比例算的。EQ EQ Q，完了没弹死。找地方歇歇。放松点，孩子，放松。
一个小兵80个。我的地盘从我的脚下开始算起，直到太阳落山的那头。哦，你的脖子上有一个补充器呀、啊！地铺。我操，这么多人啊，完了，操，进村了。他石板不是根据血量来提升护盾强度吗？你看他这90%的额外生命值的护盾，你不出血量装的话，那个盾挺薄的。以前克烈出贼屌，以前克烈出那个石板那个双抗盾贼高，几千多。如果你买血的话，那盾得5-6千，全出血。我记得一个可血黑切当时就有个4000多的护盾，当时厉害，现在今非昔比。对对，攻打艾欧尼。现在被动算基础生命值。你说的对，好了，你说的对。你抢红，这下抓到你了！你哪儿也去不了。我讨厌给暴力和神经病代言，问题是他们跟我很合得来。确实挺磕我的。我现在要跳下机，一脚踩爆你的头。我操，别这样，斯卡尔真坏。吹别抛下我！